受者则是前棒棒糖男孩阿本，面对警卫大哥的无理要求时，他的 EQ 指数又是如何呢？这回合一样画葫芦谎称阿本来世纪，却被假警卫要求登记，阿本也当然不依所他的留下资料，而测验就此也就开始喽。是这样，我们最近这边社区因为比较偏僻啦，需要稍微做个检查，检查。你说包包是？对对对，好。其实警卫很像。对啊，我觉得是真的警卫耶。是这样，最近这个社区应该不是领养吧？领养。他不会很像真的警卫。哦，你们都用纸巾哦？没有戴手帕？没有戴牙套。为什么要戴牙套？这个什么？那个定型液。会不会危险啊？不会啦，它就是定型液而已。这不是都那种湿，然后就喷火、啊，会不会？我没有打火机什么的，对，还好。你不抽烟了？没有，不抽烟。哦，好孩子哦。啊。你没有带电脑、啊？怎么那么土呢？是我土还是你土？怎么现在都换这个了？就是，你要带这么多药？没有，那个是化妆。这是什么避孕药？这是隐形眼镜。哦，对不起哦，眼拙了。太小。有带吗？你看你没有信用卡、哦。这到底这什么鬼？出门，年轻人出门不要带这么多钱呐、啊。啊，还好了，还好。带这么多钱，小心的，这边又很偏僻耶。我来放好，良心。难得，对啊，自然越来越不好。哎呦，还这么多铜板了、哦，这是什么铜板了、哦？你会不会拿铜板 K 人？铜板会打死人呢。铜板会打死人呢。哈哈哈哈哈！好惊讶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放就好，因为我自己有习惯的。那我们现在还要做一下收身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违禁，可是身上不好意思哈、啊，嘿，这种蛮你收。等一下哦，我问一下，因为我还是要收啦，还是要收是不是，对呀、啊，配合一下啦，好，嘿，蛮你收，好。可是因为我没有做什么坏事，觉得没有办法啦。这样我没有办法让你上去啊！来好几次了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我们现在规定都这样，因为最近而且东房要开始啦，我们这边比较偏僻，真的啦，规定啦，我没有办法。先配合一下，抱他一下，把你两只手摆在上面，摆这边，嘿，然后两只脚后退一点，对，来 ，OK， 然后我们腿开架，腿开架。什么东西？哎呦，你这腿还蛮壮的、哦，腿蛮结实的嘛哈。咦，还有个胸肌哦！咦，还有个胸肌哦！咦，还有个胸肌哦，不错嘛！只摸一下而已啊，好不好？那你有没有喝酒？我们来做酒测。有没有喝酒？没有喝酒，确定吗？你稍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今天上去好不好？我跟他们跟你说一下，对，因为真的是我们这边喝了酒不能上去了，真的。是来谈一下事情这样。一样啊，这谈事情更不能喝酒啊。我现在不是很常常都是什么轰趴啦、酒趴啦一堆的夜店的。我很少去夜店。哦，那你都去哪里？那你都去哪里？都日店。日店。怎么这么幽默？好，开始吹，用力吹哈。零，不太相信吧？怎么可能？你追，再追一次看看。你有警卫证还是？我们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啦。哎，吹的时候请不要看电话。麻烦你好不好？不要看电话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再做一下。好吧。你从这边走到那边。那个没有，应该就可以了。没有，我们还都很难讲啊。有时候机器你也知道常出错啊，对不对？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，就两只脚都走在黑色里面。因为不是会有警卫证件，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啦，我们就是这个样子。配合一下，好吧，你快配合一下，大家好做事嘛。嘿，马上就好了。你看吧，还说没喝酒。你看吧，还说没喝酒。不是，还说没喝酒。看吧。哎，好。你没喝酒。
你这样我怎么敢让你上去嘛？啊？也不会吧，我是学姐们。哦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一次，好不好？好像真的喝醉。要走出来啊，这点算对不起了。反而紧张，真的好像紧张了，真的。因为我鞋子比较紧。一样啦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好怕那点。看你我很怕呢，叫我怎么让你上去？可以了啦，你叫我怎么敢让你上去？抖来抖去。那这样好，金鸡独立，金鸡独立。好了，那你这样你试做看，金鸡独立，一只脚站起来，然后一只脚屈起来，两只手张开，很快啦，很快，来，十秒钟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脚抬高一点，好吧？这样子不表演，嘿，脚往前抬高，这样子，嘿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样子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刚刚那个测应该就是那个就不一定很准啊。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大？你看现在都开弯弯倒倒，然后又开始口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因为你试试看啦，没关系啦，这就一个了，这一个了。今天就是来谈一个工作，一样啊。做完这个就可以上去了啦。一小时以内我就下来。一样啦，你五分钟、十分钟也是一样。真的。啊，快点，不要为难我，好不好？都没有那个味道啊。就不为难我，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也没有。你再做一下，就只做一个。然后我真的要上去，不然你让我打个电话请他们。你打电话也是要上去啊。对啊，对啊。赶快，就剩一个了，剩一个了，快点。一个了，你站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快来，谢谢，谢谢配合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配合。没有，因为我加鞋垫。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。所以你说你加什么？你说你问他加什么？加鞋垫，干嘛加鞋垫？就加鞋垫啊。你没有这么高吗？哇，我感觉就剩一个了，就剩一个了，快点。一个了，站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快来，谢谢，谢谢配合。谢谢你啊，谢谢配合。没有，因为我加鞋垫，所以我没有办法。不会啦，没关系啦。你说加什么？你说你问他加加鞋垫，干嘛加鞋垫？就加鞋垫。你没有这么高吗？还是为什么脚有脚有受伤？高啊，因为是颈椎，就是那个啊。啊，好尴尬。对呀。而且鞋垫是你先讲。对呀。你要看过，我一定是有鞋垫。上有政策，我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好，双手打开，一、二、三。你要说加油。四，加油五。哎，加油！不要晃！不要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盯住！哎，加油！不要晃！不要！加油！加油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哦，对了，我们那个楼梯电梯坏掉，要走上去。走上去哦。哎，你体力可以吗？你要不然这样，你做一下伏地挺身十个好不好？不然你如果走到。就你爬到五六七楼八楼昏倒，我还在跑上去拉你下来。对，而且我们这边很远，救护车来要很久。这边救护车来不方便了，就不要为难我。我好歹知道你的体能，我知道，好不好？你大概做个十个，好不好？嘿，好，谢谢。嘿，我喊一下你做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帮忙一下，加油。嘿，很快啊，十个。你像刚刚就成那个十，预备。收过了，刚刚好高兴，他收他的时候好高兴，收得很彻底。没有，刚刚收我是还这样捏一下。我想说一定有问题，而且我脑中已经想说啊，会不会是
到碰到稍微变态，对变态，其实真的警卫躺在下面，衣服被换过来，对我刚才看一下，为什么你走路走直线走不好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到底练多少鞋垫啊？那个啦，因为公司跟我说今天来试镜，然后他说希望高一点。希望看起来高一点，那我踩高跷来不更快？所以我在家这样子啊，很多。你去哪里买那么大的鞋？就是都会买大一号的啊。OK， 这个。所以他刚刚一走不稳，我想说，然后他就说我喝醉，我就哇，我就冒上来了。后来我已经诚实跟他说我加鞋垫，他还说哎呦，那你们现在都没有很高好吗？什么运气？那我还说那对不起，我们接下来切的车是脚五吨掉。我可能我这个播出就一直哔哔哔，我一定是一直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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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来看下一个。无论阿本再怎么怀疑，至少也尽力压住脾气，没有上演暴走秀，冷静指数也算是挺不错的哦。少宇威被地下儿子逼到崩溃。好、啊，大哥，那我可以上。那我问一下，看看我儿子好不好？可以，爸爸。但你脸怎么那么臭？你是出过唱片？唱给我儿子听一下，这样。你唱给我儿子听一下，你来来来，对着对着唱。你看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one two three four， 对。